Hello，晚上好，谢谢燕妈妈的奶茶，晚上好。谢谢5张毛的奶茶，晚上好呀。昏暗灯光是因为我就喜欢这种昏暗的灯光。那我再搞亮一丢丢。晚上好。哇，你这我这样看好吗？谢谢奶好茶。脸黄啊。因为我的光是黄的，你可以把你后面那个灯关了看看，在下面，在下面，在下面。看一下，这样的，有没有好一哎，些？好多了。是吧？谢谢阿宇的大神，放远一点。晚上谢谢小哈的好呀，奶茶。谢对，谢今天 P 我的把秋头天奶发茶。扎起来了一点点，在后面。晚上好，对，谢谢严肃的谢大谢神。柑橘奶茶，谢谢画画奶茶，谢谢。那个谢友爸奶茶，我谢在我的奶三茶，三谢零一，小天儿，谢谢木木园的小呸，光的秋天谢谢奶甜茶。牛蛋的奶茶，谢谢，是 YY 的对，奶谢茶，谢冠以轩这个秋天奶茶，太就尖利，是，好久没用这个词了。对，是的，我在就这里。是好久都没有见到王瑞奇了，谁说的？我们天天见哦，面我是的。说在这谢个谢房间直桃桃，播，秋天奶茶。好久没见王瑞奇在这个房间直播了，贵客。对，是在监狱呢，监狱，监狱，331331。眼稀状客，不同，是因为这样，我今天又是单眼皮了，家人们。今天在单眼皮了啊，眼小了一圈，是吧，家人们，是吧，是吧？晚上好。没想到今天化妆了吧？看着挺帅，真的吗？我以为是不好看呢，因为今天确实是眼睛小一圈。因为我们刚才拍了个东西，哦，我知道，而且我带了那个新买的年抛，然后就是说眼球很黑，死黑死黑的，我还是喜欢我的日抛那个我感跟觉，王瑞奇拍了一个东西，好吃，煎饼特别好吃。一会儿你们应该就能看到了。我已经剪好了，夜我已宵经不吃剪了，那辑么剪也吃好过了，了。是不是超快，速度超一？对，我头发现在掉的就发是给官博了，前浅一点什么吧，官博？官斗。没有那么黑了。I like 官斗跟我说他一会儿就想发，今他说天他准今天晚备，上就想发，今我也天，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今天。十二反点正之他今后，天晚上谢就会谢发。小马富贵水原的玫瑰花，哇，好有元素去控屏，谢谢兔小帅。以为是咱俩双人抖音，对呀，对是呀，我是俩我们双俩双人人的。抖音。谢谢夜行者的秋天奶茶，我们俩就是拍完就是一整个会让大家这种的抖音，就是很就是不能很你也看。谢 amazing。谢原力与你的99个大神，就是已经。怎么说出来了？不能说的，你都不给他们一点惊喜。哦，对哦，对哦，对哦，大家当没听到啊？没听到，没听到。就是完全就是看了之后就会觉得啊，就是这种，很怪。你们就当你们不知道。等会儿去看就行了哦。对，你们看了就知道了。对了，我们今天谢找谢呆呆给呆的自己秋的天直奶播找了茶。一个乐趣，就是我们要一起玩这个。当当，哎，你怎么知道是答案之书？谢谢不知名你在哪又的知巧道？克力。你不会在我房间安了监控吧？你们一会儿看了抖音就知道了，哦哦，王瑞奇发了，就是说，哎，最近嗨，还有连麦，谢谢源于你的这个奶茶。这就是他刚刚就是在我房间玩的，
这是我问奶瓶借来的答案之书，因为那天我们在那个，哎，我接了他的这个怎么？他们房间一起玩来着。谢谢无敌独尊的大神。都有什么问题？问的问题不能跟你们讲，不能说。谢谢月亮的奶茶。哎，我刚就是一些我接了个连麦，刚刚秋如连麦，然后我就就是一些很无厘头的问题。不能跟你们说的。谢谢爷仔的秋天奶茶。因为刚刚秋日发了一个连麦，然后我一点然后就卡住了。谢谢 A 糖的秋天奶茶。谢谢吉贝三万糖心奶茶的秋天奶茶。一会儿我们先玩玩看看看这个答案之书准不准。要是准的话，要是准的话我就给你们跟你们一起玩。对，没有连上。怎么样？谢谢会不会提炼素反应的巧克力，就是给你们测，给你们测你们想问的问题，翘得飞起。今天这个睫毛就是今天脸皮没翻，对，我太阳花，但是问题禁止问一些数字，包括指名道姓谁谁谁的一些，我这个美瞳我其实挺不习惯，不可问的问题。谢谢默许的秋天大闪，你们懂我什么意思吧？谢谢阿宇的大闪。今天的妆好看，真的吗？我还不习惯呢，因为感觉我两个眼睛珠子像那个纽扣似的。谢谢王老板，不是三郎爱的秋天奶茶。哎，你要连麦吗？没有啊，我刚刚不是我点了个连麦卡住了。那我们来玩吧。嗯，我们怎么玩？我们玩游戏，嗯，然后输了的人赢了的人给他问问题，这种。还是你为什么要穿个外套？你那么冷。我里面是睡衣呀，你看我的，哎，宇航员睡衣，看看家人们，我的宇航员睡衣。这睡衣怎么了？就是睡衣啊，这是我新睡衣啊。你自己买的？我当然我自己买的、哦、好看吧。所以我套个外套，玩大点。我们玩一个可以长久性玩的游戏，比如说我知道了，我们先玩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石头剪刀布。嗯，怎么样？嗯，好，那就是输了的人问问题。好，好，来，第一局石头，哎，一局胜负哈。啊、哦，好，石头剪刀布。好了，我赢了，谢谢小草莓布丁熊的煤块。好吧，我问你问题啊。对啊、哦、你问我。好，静怡，就是你可以关于我的，也可以问不关于我。哦，对，嗯，谢谢这位亲故的玫瑰花。问他什么呢？我其实，但是我觉得刚开始第一个就是淡一点，淡一点，对，淡一点。 嗯， 嗯，谢谢木须的煤块。我跟你说这个要怎么玩，你要是这样端着，然后就是从底往上翻，翻到你想翻的那一页。嗯嗯，现在好，静怡是不是喜欢过我？这叫淡一点。三二一，他说我需要更多信息。什么信息？没有信息。他说我需要看，但是我需要更多的信息。这就淡一点，这开局你下属我算了、就是、啊，这不是很正常吗？好好，我知道我下一个问题问什么。来吧，石头剪刀布吧。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哎、我又输了，讨厌，讨厌。下一个，好，静怡是不是想天天给田淑丽做饭吃？三二一，或许当我长大些就知道了。哦，你们太成人了是吗？什么东西？我现在年龄太年轻了，就是这些问题还不到我，还不到我就是该懂的时候。哎，懂了。装什么装？你也就比我小几个月，走开。嗯，气死我了。来，再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布。啊，我
我又赢了，哎，怎么回事？我就是三三一拳王啊，三三一拳王。不对呀、啊不对呀、啊，我今天怎么会？一会儿不玩石头剪刀布了。我们小王，你我们玩一次都要没问题问的。你怎么叫我小王啊？对不起，生疏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弟，这是别人的专属名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那个，郝静怡，郝静是不是想跟田淑丽住在一起？三二一，你不得不妥协哦，你是被命令的是吗？天哪，你不得不妥协，这个不怪不得。哎，妥协的意思就是让我独处，因为我很喜欢一个人住，就是这样。来吧。十问麻了，我真的烦了。如果我这把再输了，我下把不要玩石头剪刀布。嗯，那你玩别的吧。石头剪刀布，我又赢了，行吧。就是说，这个答案之书是不是我写的呀？就是说，我不玩石头剪刀布。你可以问点我其他问题 啊，比如说我今年会不会赚大钱？郝静怡今年会不会？会不会？郝静怡今年赚大钱，赚大钱，当队内集结。他说。要你会接受一些改变。哎，几姐是几姐呢？是一姐呢，还是十六姐呢？你这话都说不明白。就是姐称，我跟你讲，能称得上姐的都是有名次的，好不啦？对吧？然后你看，你说你需要你接受一些改变，好，你现在你开始需要一些改变，就是你要接受一些改变了，就是说。好，我要接受一些改变了，然后从就是到时候，从我们十六姐开始当起。石榴姐是水果，番薯。可以陪你看生日落的大树。我好幽默啊，被幽默到了。好，那我们换个游戏，我不玩石头剪刀布。好，谢谢。你有什么其他的游戏？谢谢芋圆的巧克力。别的能那啥的游戏啊？嗯。有没有那种很快？四个巧克力。很快分出胜负的。小蜜蜂你会吗？什么小蜜蜂？两只小蜜蜂呀。不会啊。你不会，我教你。谢谢你的。就这样的。两只小蜜蜂呀，飞到花丛，飞到花丛中呀，然后飞呀的时候，哎，那不就又是石头剪刀布吗？哦，这个不算是完全石头剪刀，就是飞呀的时候就是菜，然后我们是一样的，就要下一个就要说木啊木啊。嗯，飞呀木啊木啊，就是一样的是木啊木啊。哎呀。然后我们就是摸啊摸啊，然后如果假如说是我出这个你出这个，我输了就是啊啊，然后你就是啪啪。啊 ，OK。对，这就是输了跟赢了。我赢了就啪啪你。对对对。我输了你就啊。Okay、对。然后我们先试玩一把，检试玩一把啊。嗯。来，两只小蜜蜂。哦、然后吃完之后，下一个就还是飞呀。两只小蜜蜂呀。就还是飞呀，就只有一次那个。哦、OK OK。两只小蜜蜂呀，飞到花丛中呀，飞呀，哇哇飞！我不跟你哇哇。我们又没有，okay, 我们、啊、好，两只小蜜蜂。我们离得好远，好吧？好，预备，走。两只小蜜蜂呀，飞到花丛中呀，飞呀，啪啦，飞呀，哇哇，飞呀，啊啊，飞呀，啪啪。嗯，你没说话，他输了。好。到我，我赢了，我赢了。就是喜欢这种动脑子的，哈哈哈哈。让我想想，问什么呢？哦，我要先问你，我第一个很想问的问题。从我跟王瑞琪认识至今，王瑞琪究竟有没有对我心动过一次？三二一。你看答案之书都不想理你，你知道吗？他告诉我顺从你的意愿。
什么意思？就是我希望你心动你就心动，我不希望你就不心动，是吗？顺从我的意愿。嗯，我跟你讲，人的心不动是会死的，你知道吗？人的心是要一直动的。哦，他那他的意思就是，好，那我知道了，他就是对我心动过，嘿嘿嘿嘿。好，他承认了，动过动过。好，来吧，两只。哎，我等一下，嗯，我们把那个改了吧，就是老记不住。哪一个？我们改成巴尔巴尔行吗？巴尔巴尔，木啊木啊就不好说，你知道吗？挺好说的，我以前都这么玩。嗯，好，不改了 ，OK。害羞啥呢？你跟我害羞啥呢？不是，我是说这个记不住啊，记不住了。来吧，来吧，两只小蜜蜂呀，飞到花丛中呀，飞呀，哇哇！你看你也是，你来是不是飞？来呗，飞呀，飘飘，你是啊啊啊啊！我又说错了，好的。这游戏玩不起来，因为这个就很复杂，你知道？不如我们蔡丁壳，你就是蔡丁壳，赢不了我，你就。他脑子不好使，他脑子不好使。换横屏，横屏没有美颜啊，家人们，横屏很丑的，横屏没有美颜。好吧，我先问一个，反正他输了，我先问一个。嗯，我问个什么呢？我问一个。现在王瑞琪心里的第一名是不是小马同学？啥呀？答案？我知道了，这个答案是灵活应对，意思就是说。王瑞琪是一个非常圆滑的人，我如果现在在他面前说我是不是你的第一顺位，他就会说是。然后呢，比如说冉威在他面前问他是不是他的第一顺位，他也会说是，这就叫灵活应对。哎，我是什么海王吗？就是，这就是海王。谁问谁就是第一名。你咋不说那个灵呢？无语，灵活应对，真无语。这个解释，嗯，没事，嗯，不是，我说你这样说太海王了，你知道吧？是他告诉我的，我这么解读的，我觉得没有毛病，对吧？嗯。哦，灵活应对，灵活应对，哦哦，懂了。哼，好吧，那我们再换一个。嗯。还有什么游戏？嗯。我没有骰子，十五二十，你会十五二十吗？他不会，他不会十五二十。还有什么？那还是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我老输。我会啥游戏？谢快乐 emo 的是个大人。对啊，你会啥游戏？我会很多。会游戏，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就是这些。小人老虎枪怎么玩的？谢谢鸡腿卷奶茶，谢谢世元的玫瑰花。十五二十，十五二十很难玩的。抛硬币，你有硬币吗？我好像，我记得我有，但是我俩轮流问吧。啊，对，我俩轮流问得了。谢谢密木的十个玫瑰花。嗯，没有。其实没什么好问的。哎，我有这个。哦哦，哎。那个阿瓦隆的投票牌，我当这个圆行吧，大家，我当这个圆，然后豪金是这个紫裙子，这是袋子啊，不好意思，紫袋子。好，谢谢你看奶茶。哎，但是咱俩，我们应该这样，我们应该猜，就是抛起来，然后猜看谁猜中了。但总归是要问答案，这输的呀，你还不如真是弄过来，就是猜中了就赢嘛。啊，好吧，三二一。好，我猜是裙子，啊，什么裙子？袋子？错了，
猜错了。那你还没拆呢？啊，我拆，谢谢你，其实现在还差，我拆。你没拆，你没拆。Okay, 我拆，我拆，现在。你没拆。我依然猜紫色。我猜是圆的。好。哎，我赢了，我赢了。哎，这一人都输了，你先问，我再问，这样行吧？行吧。哎，但你，嗯，那算了，没啥。我突然觉得我俩互相也没什么可问，你问吧。确实，王瑞琪已经没有什么可问了。王瑞琪能问点什么呢？嗯，我感觉我不能搞那个，不能搞那些很习以为常的问题。不是吗？哎，我跟你讲，郝静在外面从那个走廊走过来的时候，我听那个哒哒哒的脚步声，郝静人没进来，我说郝静怡，然后她进来，你怎么知道是我？每次都是这样。大家，我就是我们朋友之间已经就是说感觉没有什么秘密了。你问吧，想到什么？你为什么穿我同款袜子？这个吕也跟我同款。哦，嗯。哎呀，他太熟了，对，我真的问不出来什么了。谢谢，等星星录入环节的三个玫瑰花，不然就这样吧，我们看看弹幕吧。你们有什么想问他的问题吗？笑死，又在问问题了，家人们。不行，这个问题还是要问的。我好不容易赢了。大冒险，问哦，嗯，王瑞琪有没有，王瑞琪从以前到现在有没有过很想换室友的冲动？你看。什么？你会为自己所做的感到高兴的。我发现答案，我感觉这个答案之书总是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什么啊？这什么东西啊？对，你会为自己所做的感到高兴的。为我住在三楼而感到高兴。别问答案之书了。要不玩坦白局吧，答案烦死了。这书全靠自己圆，确实。这书有问题。坦白局，我俩有啥可坦白的呀？确实，该坦白的都坦白过了。哎啊，没有。哎，我们坦白什么东西啊？你可别瞎说。不是，什么东西啊？没有。什么东西啊？哦，他的意思是真心话。哦，直接坦白局，那会不会有一点太干了？有一点太干了吧？我们几个都是比较透明的，就比如说。但是我确实最近就是怎么说呢，啊，我已经开始坦白了，就是确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见王瑞琪的次数少了很多，是真的。就是他也不会再，经常来房间来找我了。啊？以前排练的时候，多多少少，我当时我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之前我还抱怨，我说他每天只是来我的房间开个门，哎，都在呢，好，我来打个卡，然后就走了。然后现在连打卡都不打。这不，蒋诗婷也回来了，对吧？你也是，不像之前你孤身一人，然后孤身一人，我们每天就是说都要过来报道，最近你都没有call我们，对吧？
最近已经变成了我经常去337了。我突然觉得我的地位受到了撼动。没有啊，在337他也不让人走，你们知道吗？他这个监狱长还带兼任的，你知道吗？他331监狱长当不够，他还跑去337当，你知道吗？他337人往那个我们那个床上那么一躺啊，四仰八叉那么一躺，一躺就开始在那儿，我要去教室，你知道不？我要去干什么事情？我要去，不管是干嘛嘛，我要出门。你要去干嘛？我说我要去怎么怎么样。不行，你不能出去。我说水水不是也在吗？我水水也在，我们这样就是还是有人陪你的呀。那不行，一定要就是保证屋里边有三个人。然后我就，然后我说那我去，那我要现在能做什么我才能出去呢？等冉威回来，冉威回来你就可以交班了，你就可以走了。哎我，嗯，我当时就是在那边，我就在那坐着，我在那等。我鞋都换好了，我去那儿想换鞋，你知道吧？干嘛去？我说我想换鞋。你换鞋？你要走是吧？你要走是吧？我跟你讲，就真的，这个女的真的啊，我脸都笑麻了。家人们，真的是。谁懂？谁懂？真的是，哎呀，就是的呀，不是是这样的。那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他出门的非常的，就是突然，就是而且他不给我们打招呼，他都是他自说自话，他自己在那儿偷，就已经开始默默在那儿换衣服换鞋。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干嘛去？他说哦，我好无聊，我想去，就是干个啥，我忘了。然后呢？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哎，你都不说一下，按理来说一般人走的时候都会说，哎，我好无聊，我要去干嘛干嘛了，然后才开始动身去干嘛。然后他就啥话都不说，就一个人在那开始直接在那换衣服，然后那穿鞋，然后我就很那啥，我说不行，不能走，因为我跟水水都在，就是如果他走，我们两个会很孤独，两个人也会孤独，然后就是必须要有这个开心果在，我们才会很开心，你懂吗？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你们这是337，所以必须要有三个人在，是不是有道理？就没让他走。嗯，然后一直等到冉威来交班。冉威来了，他也没走。嗯，我那会儿他交完班之后才要开始走的。你最后也没走，对吧？哪一天啊？得看哪一天。你没走。哦，晚上走的。嗯嗯，你什么时候走的？你走了之后就你走了之后呀。哎呀，怪不得我不知道，这无语。嗯，好吧。对的。就是说这两天，但是这个打饭啊什么的他也没跟我们一起的。因为你打饭每次都要跟水水他们一起。嗯，而且你为什么是我来叫你，你也没来叫过我呀。我每次我有一次问他，我有一次会在群里面问我说有没有人打饭，然后他跟冉威直接给我拍一张照片再吃了。有的时候人有了那个什么你不知道。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冉威的有跟我吐槽过。嗯，吐槽过。他有时候在梦中，然后他醒来的时候发消息问打不打饭，王二奇我已经吃过了。吓不吓人啊？吓什么？在梦中。哎，然后冉威就说你为什么不把我叫起来，你为什么不叫我起来一起去打饭，好惨。冉威，没关系，我跟你去打饭。嗯，我跟杨冰莹去跟你打饭。谢谢你是我的四月天的夜蝶，谢谢你的夜蝶，缓解一下气氛。谢谢你的夜蝶，谢谢你的夜蝶。你也可以叫那个谁一起去嘛，对吧？谁呀？冉威吗？夫人。你的那位监狱夫人，夫人这个词真的很搞笑。真的亏你叫得出口。
口，我真的是我会谢，我真的会谢。元夫人。他打饭一般都跟陈雨姿一起打饭的，那你就要教育你的夫人。轮不到我，你要轮得到。你就是说人要在感情中当主导，对不对？谁说的话是你说的话，对吧？主导呀，你到时候就是拿着家伙你去找陈雨姿，你说这神经病啊，人家把我当神经病赶出门，这也是我的夫人。谢谢 Yuki 的夜店，谢谢你的夜店，谢谢 Yuki 你的夜店啊！这样吧 ，Yuki， 我给你来玩一个答案之书，你有没有什么想问的？这个 Yuki， 不是，主要是弹幕怎么说，就觉得这个夫人这个词烦鼠了。你以后再给我说这两个字，笑的想死！我分分钟弄熟你，我跟你讲，我弄熟你。OK， 你在什么？好皇帝的夫人，没事没事。那个是 Yuki 呀、啊，你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关于你的爱情，关于你的财富，关于你的事业，你都可以问。给我来个弹幕，我已经准备好了。你想问你跟你的对象什么时候可以结婚？好，你有对象是吧？好，我就来问，是 Yuki 啊，他跟他的对象什么时候可以结婚呢？对，我有这个业务，我现在我不用书就可以给你算，好吧？我算你四月份一定顺顺利利，你知道吗？他说毫无疑问，意思就是你们一定会结婚的。你们一定会在直播。真得感谢我和江山，我们两个人把三箱东西根本就没法跟你描述我们是如何上来的。怎么一点反应没有？太累了，太累了，太累了，喝口水，水，喝口水，再来下水。好突然，真厉害，真厉害，把331的东西都搬过来了。哦，是我们团的物资。双 kill， 一会儿来找你们。跟前任和好。给我吓一跳。好，就是说毫无疑问，就是你一定会结婚的。能不能但是呢是、这个，因为我觉得答案之书是这样子的，答案之书是没有办法问你的这个关于具体的这种时间问题，你只能问是否或者这种比较这些指向性的问题，你懂吗？所以呢，本人没事，是和好，对不起。本大仙给你的解读就是说你们一定会结婚。这个、好。祝你们幸福，你们一定会结婚的。祝我们 Yuki 和他的什么贴贴、啊、对象幸福。哦，谢谢小哈的夜蝶，谢谢小哈。味道是一样的吗？哦，对的。怎么贴贴啊？谢谢小哈，谢谢夜蝶。那么小哈，你也来问一个问题吧，谢谢。你就是不要问那些关于时间那种很具体的，他最多好像只能回答一些，比较像是和否一样的问题。是在直播啊？就啊，哦，怎么样？是他们你的 CP 可以一直甜蜜吗 ？OK。好，对，不能瞎带节奏。我们小哈的 CP 可以一直甜蜜吗？坐在一起跟那个不一样。贴贴什么？贴贴是这样才是，那个不是啊。坐在一块儿啊，这怎么？现在你就行，不能瞎带节奏啊！我是不是神神？现在你就行，就是现在就是一个就很甜蜜了。你的 CP 现在就很甜蜜了，现在就非常甜蜜了。对，意思就是让你享受当下，对，就是这个意思。跟你讲，你们的贴贴不一样。所以你的 CP 是坐在一起。哦，你磕我跟蒋书婷。哦哦，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叫贴贴，我们会一直甜蜜的。No， 我们这不叫贴贴，我们只是叫坐在一起，懂了吧？所以说他们这个也不叫贴贴，对 enjoy. 只是 just 坐在一起。you know? 你只需要享受现在啊。活享受当下。你们不 know 的话呢，你们就是说那个，对对对，
谢谢百靠的夜蝶，谢谢你的夜蝶。好夸张，好夸张。你先把你的那份拿好就行。嗯，好惨，我只换到一个。啊，没事，就是他们的那个东西很多。嗯。还有人想问问题吗？别在意自己是否着迷 ，It doesn't matter，It doesn't matter。谢谢木须的巧克力。变猪什么时候作息正常？什么时候？哎，会的，会的，都会的。得不到可乐。不是的，不是的，谢谢秋景于景秋的合法老婆的玫瑰花。我跟你讲，我跟郝金现在隔了有两个人的距离坐在这儿啊。谢谢头儿的波兰小鸡，谢谢 Mikey 那些湿的巧克力。碳酸氨基碳氨基酸肽碳的奶茶。我跟隔了两个人的位置，即便我们是好朋友，我们现在中间也隔了两个人的位置，你们晓得了吧？晓得了吧？两个我啊，两个我的位置，一整个就是说一个防疫距离，你知道吧？对不起，你这个可在那跟我撇清关系。不是，他们在说，就是问我们这个做的这个方向。看背景就能看出来吧，家人们。对啊，看背景就能。我们俩背景都不同。I'm here， 谢谢不要青椒的巧克力。你是自己也买了一份那个饭吗？没有，我跟张雨宁抖音发了。哦，快去看吧，快去看吧，就是那个抖音，就是那个抖音，甜甜蜜蜜的，就是只有我们两个。快给我们俩控评。看吧，对，快去看看吧，就是。快去给我们，等会儿再去，在直播呢。小弟以为在喊他们。啊，不是，我说你们等会儿再去，在直播呢，我现在直播呢。大家一会儿还有想问的问题，可以随时问哦。我们一个夜店，我一个游戏，我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要耗费我本人的一个精力内力，就是每测一次都要浪费我的一个内力，这个内力是很伤身体的。啥抖音？就是 SH4K 发的抖音。谢谢小九的奶茶。对。所以再加上我为大家的分析，还有各方面的就是一些东西，就是如果大家一个月底被骗了吧，一个月底问一个问题，应该不过分吧？被骗了吧？被骗了吧？对，我测多了可能会引发内力，就是，但是还好我现在的功力是还可以忍住，还可以忍住大家，可以的，我现在还很正常。我那个在你那儿啊。嗯。谢谢 DARK 的玫瑰花。谢谢巧克力。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潘晓某人，我最亲爱的某人。怎么想到这么多？哎，你们不知道吗？是吧？但是我看他是这，很好玩，这样。对啊，对啊。不会，其实这个摇感觉都是很复杂的。他们。谢谢少管闲事儿的奶茶。我不喝，我不喝，因为我现在不饿。怎么卡了呀？嗯，谢谢托尔帅的奶茶。但是我不打算拍这个。因为你喷的时候你不能我是不是管太多了，你倒着喷你是喷不出来的。就是你的管不能头朝下。什么输了要干啥？No, 我摇不好，我就不拍。
哦，抖音是这样的，我发给我们那个抖音姐姐的时候，她说我觉得你们输了应该有点惩罚，然后我说对，嗯，对，我说的贴贴是这个概念，晓得了吧，谢谢不知名仔，我说那个大傻，我说我们实在想不到有什么惩罚，对，所以说我觉得正常的，然后我就跟她说那就坐在一起怎么了吗，那就看看评论吧，对，你们的那个就是输了什么惩罚，说实话你在问我吗，对啊，那我怎么知道说实话我那个视频，我今天录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简直是，我真的想把我自己的脸打一个马赛克，真的纯纯有被自己丑到，因为我没做头，我头太塌了，他们三个都做了头，他们都是可能是做好了发型，然后我就随便梳了一下头，我就没做，那首歌需要给我重梳了，所以我直播的时候我才把我头发扎起来了，因为我觉得太丑了。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头就是说瞎头很平，对，烦死了，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对之前不平，是因为带这个节奏呢，就是说大家带什么节奏，嗯，带什么节奏，没有，就是他们在开玩笑，开别的玩笑，嗯，对，不要谎报这个不好啊，no， 不能，不要谎带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之前接头发，然后本来那个接发就可以把发根垫起来，就再平都不会有多平，然后现在是只有自己的头发了，睡两觉起来就，谢谢，就平了。牛奶的三，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番薯，番薯，你这番薯是跟谁学？是。最近我们 H 队的口头禅，滔滔乌龙的秋天奶茶，是吗？我一直觉得这个美瞳就是说，但是像那个黑牛，总有那么一段时间 H 队就有一些口头禅，嗯，确实，比如说这个确实，还有那个想的想死，什么都想死，就是说对对对，吓人！我刚刚被就是说开玩笑，真的笑的想死，看的无语的想死，对，现在已经把死赶紧数，刚刚我无语的想死。哎呀，不要再说死了，要说数。谢谢土粉也掉河里了的秋天奶茶。哎，我刚才看到了一个挑战。嗯。我刚看到有一个挑战，你可以做一下。嗯。就是比如说你说郝静怡真美。嗯。然后你要说郝静怡真美，这不是五个字吗？啊。你要说五遍，然后每一遍都要换一个字说重音，就是比如说好。静怡之美，第二个静，对对对，然后你要一直就是很快把它说完，你可以试试。好静怡真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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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静怡，哎，没嘞，说完了，他没说怡吧？说了，没有。好静怡，我说过怡，好吧。哎，我随便说的，应该选那种，应该选那种，就是骗我夸你啊！哎我，真无语，哎，反鼠了，反鼠，哎，应该说点那个比较绕口令的话的。行，我不搞这些有的没的，那你就说吃葡萄，吃葡萄，葡萄皮，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你会不会说红鲤鱼？红鲤鱼，绿鲤鱼，鱼鲤。你把鱼，你说红鲤鱼，鱼，绿鲤鱼，然后说重音。你是不是有病啊？闲没事干，你考我绕口令，你自己练去吧，你这啊。表哥抱表弟，表哥抱表弟，我是说重音。家人们，我们这是一场直播，
给大家看我们的直播，不是说看展示才艺，展示就挑战的直播、啊、那我试试，表哥抱表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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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旁边这个老六哎呦真是，我发现我可以，无语鼠了，无语死了，挑战成功，无语死了。哎，我能用一下你 B 站吗？嗯哼，你要干嘛？谢是你压的玫瑰花，看看直播。对不起，我太直播要花钱的，怎么这个还要花钱啊？那你花呀。我是你的 iPad， 我没事，你把钱转给我。算了，没事儿，没关系，没关系。Lover is the day。啊？我在念这个歌名。这是 day。day 吗？不是。对啊，你刚说什么？我刚说 lover is the day 啊。你以为我是那个？你怎么？哎，你脑子里真的是天天是什么？哎，我见过有一个抖音，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就是有一个男生，他蹲下去，不知道不管哪种姿势，那个老天爷都会给他说这个单词，然后他最后那样子之后。老天爷才没有说话。我听他刚刚是说错了呀。不是我自己，我老刷到这种搞笑视频，真的很搞笑。嗯，我又没有说明白是什么，只是说抖音上被我刷到了，对吧？又不是我特意搜的，因为我老刷到搞笑的。我也刷到过。哇，谢谢陆羽玉的皇冠，刷到了搞笑的同学会一直推送搞笑，谢谢你的皇冠，啵啵。是的，还有那什么，小鹿，我们的春春，谢谢你小鹿，谢谢你的皇冠啊，陆羽玉，不是这么念的吗？对，本来我之前想陆羽。家人们春春，为什么大家要为什么要给自己起个绕口令的名字？没有，陆羽，你有没有想问的问题？我可以给你测两个，没有，我其实抖音现在已经不是很搞笑了。哎，不对，那天发的那个跟、那个、我给你测三个。谢谢仓库主管，我给你测三个。小鹿，你有没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关于你的爱情、你的事业、你的，我今天应该。十二点，你的那个之后就可以睡了，不是财富，是走正经的那个，在延安学语。对呀、啊、对呀、啊，你可以问三个问题，你一个一个说，我给你测，我用我的内力给你测。好大先上线，你对我就是走高冷的这个，抖音现在是走这个。我这两天嘴巴有点打架，怎么回事？他是什么时候卡的呀？谁卡了？你卡了？我刚卡了，咋了？我现在不卡了。哎呀，那我说啥又错过了。谢谢荧光棒。对呀。没有听见我刚刚说什么。好进一屁股圈、虽然你这个不是问题，但是我谢谢你、谢谢弟的巧克力。你不如加个时间吧、哦、万一是四年后呢？我刚刚是就是说不是说他的牙牙，你要问问题。我就这样子加个时间吧，怎么样？模仿的就卡，比如说今年。谢谢野仔的玫瑰。你再说一下。
啊，不卡了。最后又卡了。最后，我本来有答案之书，可能会说是是可以的。然后呢，四年后我入圈了。了答案之书说我又没说错。谢谢我 CP 是最甜的巧克力，手动就卡。我现在手不动，手不动，我现在手不动，这样我就不信再卡。我手安稳的放在这里。你们谢谢你，但是好，我现在就替你谢谢替你问这个答案之书。2022年，好，静怡 ，B 入圈对不对？啊，对，那个新位置，谢谢小 K 君的秋天奶茶，是那个。欧浩辰，哎，不是，昊天，他说重要的优先，也就是说这个事情，谁什么有什么事情是在我们四八偶像生涯里边更重要的呢？就是这个，谢谢，就是这个总选。他说重要的优先，也就是说什么？说我今年就是一定可以的。谢谢颜三的巧克力，我还记得他是这样，再这样，I love you, baby. I need you cried alright. I need you, baby. To want a lonely night. I love you, baby. Trust in me when I say. 昊天 I love you. 昊天。嗯嗯。突然这个气氛刚好到了。谢谢你的祝福，谢谢你的心愿，但是这个事情也是不，也不是说我一个人就能决定的，就是还需要大家一些的努力，好吗？好，那个，你可以问你的第二个问题了，小鹿，陆雨鱼，确实，陆雨鱼同学，你的名字说起来很卖萌，你要把嘴巴撅起来，陆雨鱼，陆，看，别卡了，真的。一直在卡呀，你卡的话你就把那个网断了重连一次，你会不会跳到别的房间去？不会，我有时候会跳，好卡呀，我真无语了。我有时候会跳，你要不看看，你把那网断了再连一次。哎，现在又好了，很快就好了。 I love you baby, I need you baby, to want a lonely night, 换个网吧。 I love you baby,但现在又好了。 Oh pretty baby, 我觉得你的名字会再卖萌。哎啊，所以你憋了半天，你居然不问问题，你真的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吗？比如说关于你的爱情、你的事业、你的财富，比如说你明天彩票会不会中奖，比如说我在直播，你在跟谁说话？谁在干嘛？比如说，如果你在上海的话，谢谢，是你呀，怎么？如果你在上海的话，比如说，好了吗？现在，五月份会解封吗？还没好，我真是纯无语了。我也好想知道，我真的是小粉的下一任。嗯，好了吗？好了吗？好了吗？现在好了吗？现在好了吗？现在好了吗？小粉，合着你俩认识啊？ I love you, baby. 那你是要问他的类型呢，还是要问这个时间呢？我给你优化一下这个问题。两位好像我可以问一下。我可以问一下这个小粉的下一任，他今年会遇到他下一任吗？下楼削土豆放在那，怎么样？今年把这个时间线放长一点。哦哦哦，类型好，那就是类型确定一个什么呢？就是那天早上，那就是我们小粉的下一任会是一个御姐吗？怎么样，小粉你一定很开心吧？好，那我要开车喽。小粉的下一任会是一个御姐吗？在一楼，他在一楼的食堂，很平安。我先问一下这个小粉，就是哦，你喜欢御姐是吧？这个记性。OK OK，
好，你的答案是先煮后刺，也就是说他会优先给你你想要的。如果你喜欢御姐，那么就是代表下一个你的下一任就是你最想要的御姐，怎么样？对，这边是染失败，你已经可以把你的发电准备起来了，然后就那个什么，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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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瓜笋用的就是厨房的那个，就是它一直都在楼下，就是说在楼下，恭喜恭喜恭喜，在楼下没有丢，就是在楼下，在的在的，肯定在的。音乐名字，音乐名字是什么呀？现在可以点歌吗？其实今天也可以，但是如果我点歌的话，可能会打扰到别人。几十块钱买的那个口红，那我就是推荐那个。隔壁直播可能会被我吵到。就是那个 MAC 的一个什么唇釉，樱桃色，哎，不是樱桃色，蛮好看。下一次吧。can take my 下一次跟大家点歌。这首歌叫 Can't Take My。我最近本来也想着可以给大家点个歌的。Can't 想高歌了。谢谢陆羽的皇冠。谢谢陆羽，谢谢你的皇冠。对。波波。一下子念错了。爷爷的奶茶。好，我要给你唱一首歌。你干那么久哇 ，OK， 等会儿。歌就是大事。放歌。没有，因为前面没有 I， 我就得反应一会儿。I can't。播到几点？是吗？我念的是英音。哦，那没有念错。跟我一起学。对，你啥的？你让我跟你学？你给人家感谢礼物，让我跟你一起学。我完了。我说你可以学可爱颂。我为什么要学可爱颂？因为可爱颂很可爱，不觉得吗？是吗？嗯。啊，是已经结束了。谢谢袁立你的夜蝶，谢谢你的夜蝶。可以再点一个业务吗？你可以下一次来我直播间，我还有。是刚刚结束。话已经结束一会。我还有唱歌，但是今天唱歌的话就会有点小吵。刚刚。我以前还有什么业务？我已经忘记了。我已经忘记了我以前还有什么。啊，我最近要是哪天有空的话，我可以重操旧业了，准备蛋糕。哎呀，其实今天不能再吃了，我今天再开一下限时的画头像活动。夜宵是啥呀？参与过我第一轮画头像活动的朋友们。都知道，我的老粉们都知道我的话物超所值，有没有？对，因为我超漂亮，每一幅都非常漂亮，就仿佛是买来的画，不是自己画的。晚上应该不吃了。看我们旋风的这个头像，就是我画的。等一会儿饿了吃个橘子。还是我当时画的第一幅，就是试手画。啊，我们 CC 也是我画的蛋糕，但是我好像记得是对，因为那个时候的话是就是去年的总选感谢，然后后来就因为那段时间我画太多了，有点元气大伤了。我元气大伤，给我画的再也不想碰那个笔了，然后我就歇了很久。现在最近的话又可以就是好像做菜应该不会吧。对，我的话我就是如果我画头像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小提一点要求，如果没有要求我就自己随意发挥了。对，
对，很充足啊，我们这两天现在想对象没啥，也做得很丰富。大概什么时候啊，我看看，我到时候可能会，我可能会在房间里，就是说这个限时的，因为可能就是当时，比如说我说几点到几点，或者是我满那个叫窝满十幅，或者是二十幅，二十幅太多，长很像芦荟的那个东西，不是不啊不是莴笋，莴笋不就停了，不是削铅笔，就停止接单了，这种铅笔呢，我那个。我到时候看是看画还是看时间，嗯，对，就是削铅笔，就是不配削这个，有土豆吗？土豆好像这两天。小鹿，你是新粉吗？那你到时候一定要来哦。哇，谢谢伦敦潜水员的皇冠，谢谢伦敦潜水员，谢谢你的皇冠，谢谢你的皇冠。波波，我也要为你唱一首歌。吊篮儿，我也要为你再唱一首那个歌。那个吊篮儿，就是说我他真的长得太像。我这次要换一个，换一个方式。对，我有什么？那天那个是热彩，热彩真好吃，谢谢。我有什么？妈妈的巧克力。但是那种吊篮应该还是会，存活一段时间。算了，我周围没有什么，带个这个吧。可以的，那个什么。谢谢 DYS 的皇冠，那谢谢你的皇冠，我还带一个那个什么，你个那么那个叫什么 Popping， 要 Popping， Popping， 耶棒，给你带一个特效哈。那么那不累，我都可以性格开。对啊，我今天能看见你们求代购，求代购，谢谢田叔对象求奶茶。哎呀，对，你也能看见。嗯，谢谢 DS 的大赏。对，但之前那几次直播都看到。谢谢你，伦敦田叔，就是他，再次感谢你的皇冠。我只能看到他一横条的那个，然后可能你好好开心啊，家人们。但是他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有看到有新朋友愿意来认识我，了解我了。对，像我刚刚那个网卡也是蛮离谱的。什么歌啊？这歌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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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伏特嘎的夜蝶，谢谢你伏特嘎，谢谢你的夜蝶，祝你以后多喝伏特嘎。对了，我们伏特嘎有没有问题想问？还有我们伦敦潜水员有没有问题想问？我依旧可以。今天这首歌叫啥？限时开展这个答案之书。这首歌叫啥？你。哦，叫你。嗯。好耳熟啊！啊！谢谢高岭之花，花泽类的皇冠。谢谢你，小花。谢谢你，小花。小花就是说。我对你们怎么了？你们今天怎么了？谢谢陆鱼鱼的皇冠，谢谢小鹿，谢谢你的皇，谢谢陆鱼，谢谢您的皇冠，谢谢小花。遇到还有那个，谢谢不可以摆烂的夜蝶，谢谢你不可以摆烂的夜蝶。完了，我这个模糊的，我这个歌要唱不来了。谢谢我不能一首歌一直在唱吧。谢谢你的皇冠。让我想想，我干点什么呢？有看过，对，但当时看的时候已经很蛮小了。我记得他，好吧，我送给你们就是一首，对，那个那请进。谢谢妹妹的权杖，谢谢你的权杖。哦，你什么时候可以脱单？好的，我先问一下。呼。嗯，人呢？啊，消失了。是进来了吗？还是出去了？他可能是看了一眼没进来。嗯，好，我先替我们小花问一下，他什么时候可以脱单啊？什么时候可以脱单？不知道，今年吧。敲了门又关上了。啊？什么？进。群里的这个嗨是谁呀？嗨是谁呀？哪个群？哪个群？物资群。哪个物资群？哦，这是那个肥肥。啊、哦，肥肥、
不是不是，那个我室友应该他去哪儿？哦哦，伏特加。好，我们伏特加有问题吗？哎，这是我一会儿不看微信，我们微信消息唰唰唰一大堆。还有我们小鹿有没有问题想问？嗯，他是进来问了一下我们的那个一个物资群里面的人，可能要认人，因为我们有些里他可能是去换物资了。是这样的，对小。没话问，那我一会儿就送你一首歌吧。我是说送你一个那个，等会儿我再说。那个我们那个伏特加，以后每天都可以收获一瓶伏特加吗？好的，我们伏特加同学以后每天都可以收获一瓶伏特加吗？他告诉你谨慎处理，就是说喝酒有害身心健康。如果你每天都喝伏特加的话，确实对你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威胁哦。所以说还是要谨慎好吗？我们一周喝一次就可以了好吧。一天一瓶真的是有点，你真的有点那个大猛啊，照顾好自己。这位伏特加同学好吗？好，然后接下来是我们小花，是小花吧？小花，你没有加那个时间线，那我就说一个，小鹿 ，OK， 我看到了小鹿，等一下你小鹿，我给那个小花，我给你加个时间吧，今年怎么样？今年。我们高岭之花，花则泪，小花同学，今年能脱单吗？他告诉你，能看到吗？不要犹豫，啊，不要怀疑，不要怀疑，你可以。哎，等一下，就是你不要怀疑你自己的内心。你想着你可以，你就可以。如果你一直想着不可以，那你就不可以。所以你要相信自己，不要怀疑自己，一直想着你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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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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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提前恭喜你。看来我今年能收获好多个发电呢。哎，我要提一下，从今天开始，火车队重大发表。稍等，火车队重大发表，现在的那个恋爱费是10周年快乐。因为我发现大家好像已经把这个。发电想的有点不以为然了，所以我要就是涨价。回来了，现在。好了，就是这个一切归属权威，好，经营所有，不允许反驳。我们今天那个好，小鹿，你是想让我骂一下小粉？你们俩是。我说没有吧，姐姐，可能我是因为是一是什么什么情况？好吧，没关系，我满足你。我播了多久啊？小粉，是因为这个衣服现在有能耐了是吧？然后就会现在想获得这种骂人业务，还需要别人来给你定了是吧？你现在连这方面的这种话都懒得跟我讲了是吧？礼物也懒得给我送了是吧？那我说你的礼物都送给谁了？我播了8个小时啊，不，你的礼物是不是都是拿去恋爱了？哦，我忘记了，今天是社狗。你现在是单身？哦，听不到。这证明什么？证明你现在就是不想。你现在就是为什么你现在是单身，就是因为你现在很少出现在我的直播间，你现在很少再来跟我互动啊，给我送礼物，给我哎，我感觉就是
非常喜欢我，你没有，所以你不脱单了，你脱不了单，你这个单你脱不了，你懂吗？你脱不了，为什么？因为我是郝静怡，我是一个，我是老丘比特，我是丘比特，也没有，我今天感觉最近也没有什么可拍的照片还是视频，所以你自己反思一下啊，你自己反思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小粉，为什么会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嗯，小粉，而且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是有一点。今天化妆是干啥？真的是有一点那个呀，就是没有远见。那会儿发的那个，我记得很久之前我给你起过改过一个 ID 名吧，叫 My Pink， 多洋气啊！就感觉一下就跟别人不一样。我就等他一下就是跟别人一点都不一样哦。你就是改了两天，然后又改回来了，为什么？为什么看不起我是吧？你是不是看不起我给你起的名字 ？My Pink 有多么好听啊 ？My Pink 有多么好，多么好看啊？按这个情况的话 ，My Pink， 啊，非要叫我的小粉啊。行好，那你就叫小粉吧，你叫吧。我不管你了。我现在有的时候水一个抖音，我都感觉哦，谢谢陆鱼的黄瓜，谢谢你的陆鱼，谢谢你的黄瓜。对，因为谢谢你，迪士尼肯定乐园嘛，也是要，我觉得要6月底吧，我感觉。陆鱼真的要下班了。你不要第一次见我在我的直播间你就让我对你产生这么大的好感好吗？一会儿去抖音上看看看看有什么可以拍的。Oh my god! Oh my god! 谢谢伦敦潜水员送的意外发电，谢谢你伦敦潜水员，你们俩是在争榜一吗家人们？谢谢伦敦潜水员波波，谢谢伦敦，我应该叫你什么呢？我应该给你起个小名字，我给你起个什么名字呢？你应该叫，小伦，小敦，小水，叫你小小敦，敦敦，叫你敦敦怎么样？浅蹭一下我们大牌的名字，敦敦。来了，哦，时差很难看到我直播，哦，好可怜。应该我是说我、哎，等一下，我这个消息，我是说我好可怜。哎，好，敦敦，对我们敦敦真的在伦敦哦，敦敦，希望你在伦敦保护好自己。谢谢困困睡醒了的玫瑰花，来了，哦，那把这个关了。Hello。为什么要关直播？我要你关我吧，有教室。哎，你就对他凶点，他刚刚他怎么凶你了？凶你了是吗？怎么来着？忘了。我回去看回放。我没有，我没有，谁凶他了？今天没有。多比嘛，然后每次我想象你的形象都是那种就是那个拽哥，你知道吗？是这样的，就是我那天就是妈粉，我每次感觉你就是总是那个妈粉，每次不就板着脸那种，哼，多比你去给我，我没有，你不能靠自己的想象，你不能看他一个人在那儿说一些添油加醋的话。我跟你讲，我平时有多照顾他你不知道啊、哎，我也没有特别照顾他，也没有特别照顾，也没有特别照顾，就是一般照顾，就是一般同事般的一些照顾，对啊。但是我觉得没有凶他，绝对的，嗯，就是这样的。好的，嗯，我那天在物流出去，他不让我出去，他非要等冉薇过来接班才让我。那是因为他怎么办？我让田姐过来接班吧，我让田姐过来接班。让我走了吧，现在你是，赶紧走，快走，快离开这里。走了，拜拜，烦死了，走开。笑死，走了。我们去几楼啊？都可以。我们穿什么？拜拜。哎，你们之前不是插队那个？拜拜。不吃蛋糕吗？我今天吃过东西。你们，我觉得也可以。Thank you.
好可怜啊，好可怜啊，我给自己充电。哎，没关系，我这个人就是非常喜欢独处，我就是非常喜欢独处，我就觉得一个人的生活非常的自在。我现在还有这个直播间，还有一万多人来陪我呢。哦，谢谢小鹿，谢谢你的用爱发电 ，Love you 小鹿。我好了，我瞬间好了，我好了，呜呼呜呼 ，I love you baby，I need you cry not right，I need you baby。哎，我现在可以唱歌了。我现在可以唱歌了，家人们。我刚才唱歌，我还怕打扰到别人。我现在可不怕打扰到别人了，我现在可以唱歌了。对，谢谢柑橘的奶茶，就是我现在可以唱歌。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吗？谢谢小木的夜蝶，谢谢小木，谢谢你的夜蝶。我们墩墩还在吗？墩墩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小鹿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还有我们那个小花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小鹿发工资了，小鹿发工资了吗？我还都没发工资呢，我要给自己测一下，郝静怡五月份能发工资吗？郝静怡五月份可以收到工资吗？你需要其他人的帮助。好惨，因为我们这个月就没有工资，我们这个月的工资因为我们的财务被隔离了，他做不了账，我们现在一整个是只出不进的状态。就是他统计不了那个账务，他被隔离了，什么时候发，什么时候解封，什么时候发、这段时间虽然没有怎么用钱，但是最近有团购一些物资嘛，然后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只出不进。最近就是已经开展了一些清零活动，支付宝也快清零了，最先清零的是冰箱。谢谢墩墩的皇冠，谢谢你墩墩，谢谢你的皇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我需要其他人的帮助，笑鼠。看到我一些挤眉弄眼。OK， 你要测，谢谢 ZUS 的奶茶。好，我测一下我们墩墩，我们墩墩今年，人家是姐姐，
人家是姐姐。测测我们，我们敦敦姐姐今年可以回国吗？我们敦敦姐姐今年可以回国吗？他告诉你，柳暗花明又一村。柳暗花明又一村什么意思？就是虽然你现在在伦敦被困着回不来，但是大概会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你就会迎来你的又一村，也就是说你今年回得来。鼓掌，恭喜我们敦敦，加油敦敦，撑住，你可以的，站起来敦敦， You can 上上签，上上签，干巴嘞，干巴的，把运气都给粉丝了，没有关系啊，把运气都给你们，到时候有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时候，你们也就会把运气也分给我呀。谢谢小鹿的皇冠，谢谢小鹿，谢谢你小鹿，你别被我游走啊。什么？他有两个账啊？啊？哎？哎，是哦。哎，是哦，我都没发现，有一个点，多了一个点。你为什么会有两个账号 ？Tell me why。你为什么会有两个账号？为什么你会有两个账号？算了，因为太喜欢我了。不得不说，你顶蒋勋的头像，你说太喜欢我了，我。确实是有一点难以相信，不得不说。好吧，我就理解成蒋诗婷真的太喜欢我了，蒋诗婷太喜欢我了。好的，我知道了，蒋诗婷，我知道了，我就知道一天到晚我们同在一个屋檐下，你就是对我图谋不轨，我猜到了。大家不要告诉他，小孩子这种小秘密是不能被轻易说出来的，所以呢，他的这个小心思就在我今天这个直播间，大家自己知道就好了。谢谢十二平均分奶茶。对对对，大家就是自己就是心懂就好啊。这样吧，我们主要是今天我们这个，我给我们小给我们那个小鹿，还有敦敦，还有小花，我送你们一人一首歌吧。谢谢哦，小木，不好意思，小木，你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吗？我现在给你测，小木还在吗？刚才那个弹幕刷太快了，我有点没看到。小木来吧，我
我先给小木测一个，小木有什么想问的？看看你想问什么，想问哪方面的问题呢？测测今年能不能碰到个正常人脱单？正常人脱单，我可以理解为你之前碰到的不是人是吗？感觉有故事。好，我替你问。好，我们小木今年可以有一个正常人跟他一起脱单吗？哦，答案之书告诉你，你要列出这样做的理由。这是什么东西？列出这样做的理由，那么就是你要先告诉他你为什么需要找一个正常人。你为什么要找一个正常人脱单？你应该找一个跟你一样优秀的人脱单，而不是你的要求不应该只放在正常人这里，你懂我意思吗？你的要求太低了，你的要求只需要他是一个正常人。你应该找一个与你一样优秀的人脱单，而不是只是需要一个正常人，懂了吗，小木？哦，谢谢小鹿的皇冠，谢谢小鹿，谢谢鹿鱼啊！我觉得我以后再也不叫你小鹿了，我觉得你的小鹿没有你的雨鱼好听，我以后叫雨鱼，因为雨鱼感觉听上去像在卖萌。谢谢你雨鱼。这样听上去比较可爱，怎么样，雨鱼？谢谢雨哦。好，我说我要送我们三位同学三首歌曲，唱点什么呢？你们有没有想点的？没有，我就自己发挥了。但说实话，我今天的嗓子可能略哑，不会。今天听到我唱歌，你中文歌听得很少。嗯，好吧，那我们墩墩，我就自己发挥了。怎么可以写个 ID？哦。我懂了，你是要写 ID 合照是吧？说实话，我没有这个业务。但是我可以给你写一个。啊，我这儿没笔。嗯。sorry 呀，我中间没有笔，不过过两天你可以，明天吧，明天，我今天在这里我就直接说了，明天我就在房间会开那个画头像，大家明天及时关注我的口袋房间好吗？嗯，我想一下，我想一下，我定，我之前一个头像是多少来着？忘记了。
是投票。对，我知道我那个是投票答谢，但是我忘记是哪一个党是这个画头像来着了，是一个权杖还是一个皇冠来着，忘记了。哦，一个皇冠。好，那我这次就还是一个皇冠。我知道我还有两首歌没跳，但说实话，主要那两首歌我都不会，我要先去学，然后吧，我就一直有时候是没时间去学，有时候呢，就是我没太想起来。我不说，我不撒谎，实话实说，但是。我差不多疫情，我们刚放在中间那段时间，我是有想到疫情这找个时间把它学了的，只是我没说，但我确实有过这个想法。不过大家估计我到时候，我以为都没人记得了，没想到还有人记得我当时还想，我到时候如果有这个的话，我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吧。给小鹿预约一个头像，不接受预约。要是接受预约，大家今天都约完了。我们要尊重游戏规则。哦，对了，那个我们雨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还有小花，小花在吗？当然要守规则了。好，你们两个，我知道敦敦说让我自由发挥，我就先问问你们两个。有没有指定的歌？最好前提是我会的，谢谢荧光棒。谢谢上上猫仔的玫瑰花。让我那你们先想着吧，我先想想我，你唱的我都喜欢。好，我懂了，就是你也是让我自由发挥呗。那么问题来了，我唱什么呢？唱我喜欢的。还在直播。你怎么气喘吁吁的？刚练过。哦。小花估计也想不出来，我猜。我小花现在都没说话。我之前有没有唱的还大家还觉得挺好听的歌？我的歌单都是随机歌单，我没有自己收藏的歌单。对，我看看我以前有没有收藏的歌单。哦，我知道了，形容啊，形容很低耶。年轮说难输我了，行，好，我先。第一首歌先送给那个我们敦敦啊，不知道敦敦现在还在不在看。敦敦你在吗？我送你一首
陈绮贞的《太聪明》，听过吗？开个音效啊！一二三，一二三，没听过，挺好听的，陈绮贞的歌蛮好听的，可以去听听哈。完蛋了，今日份能不能留住新粉，再起一搏了？希望你不要被我今天的嗓哑。那完了，我今天是个搞笑人。等一下，听一次，我找个地方静。总以为谜一般难懂的我，在你了解了以后，其实也没什么。我总是忽冷又忽热，隐藏我的感受，只是怕爱你的心被你看透。猜的没错，想的太多，不会有结果。被你看穿了以后，我更无处可躲。我开始后悔，不应该太聪明的卖弄，只是怕亲手将我的真心葬送。我猜着你的心，要再一次决定，遥远的距离都是因为太过聪明。要猜着你的心，要再一次决定，扰乱的思绪都是因为太想靠近你。猜的没错，想的太多，不会有结果。被你看穿了以后，我更无处可躲。我开始后悔，不应该太聪明的卖弄，只是怕亲手将我的真心葬送。要猜着你的心，要再一次决定，遥远的距离都是因为太过聪明。要猜着你的心，要再一次决定，慌乱的思绪都是因为太想靠近。猜的没错，想的太多，不会有结果。被你看穿了以后，我更无处可躲。我开始后悔，不应该太聪明的卖弄，只是怕亲手将我的真心葬送。只是怕亲手将我的真心葬送。后悔不应该太聪明的卖弄，只是怕亲手将我的真心葬送。
还好还好。送给你墩墩啊，欢迎以后来多听听我唱歌吧，听听我唱歌吧。好，雨鱼雨鱼哦，雨鱼点了一首《阿拉斯加海湾》，我会吧，我应该会吧，我应该是会的吧，我不确定啊。鱼鱼最近经历了什么？上天哪，难道你看不出我很爱他？怎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你要拆散他们呢？上天哪，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有个人在想他。以后的日子你要好好照顾他，我不在他身边你不能欺负他，别再让人走进他心里，最后却又离开他，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啦。谢谢鱼鱼的皇冠。上天哪，你是不是在偷偷看笑话？明知我还没能力保护他，让我们相遇啊。上天哪，他最近是否不再失眠了？愿世间温情化作一缕风，代替我拥抱他。以后的日子你要好好照顾他，我不在他身边你不能欺负他，别再让人走进他心里，之后却又离开他，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希望我的努力能够赶上他，有天我能给他完整的一个家。可若你安排了别人给他，我会祝福他。上天你别管我，先让他幸福吧。上天哪，这些晚上我对你说的话，你别不小心漏嘴告诉他，我怕会吵醒他。上天哪，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我仍然就在想他。谢谢雨鱼的皇冠，谢谢雨鱼，怎么是被我哭到了吗？送给你雨鱼这首歌，希望你永远不会当这首歌的女主角。好一呀、啊、
祝福你鱼鱼，谢谢你的皇冠。好，接下来送给我们小花的一首年轮说。给我整一了。怎么是到点了吗？家人们，就是一到晚上就开始听起这些歌了。完了，什么时候进啊？看，回忆这把刀，揭开我身体，研究我的风雨，这卷是我，那卷是你，开过心的开心。看成长的痕迹，包裹我生命，篆刻我的掌印，计算着我，计算着你，过不去的过去，一是婴儿哭啼，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无语，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再继续，是世纪末夜里，白是坏了意，前世挣扎梦醒，万事贴心离开你，经历这个你，活成这个我，细数自己。听远方的信号，通过的美丽仍将冉冉升起，想起了我，想起了你，快拿过的难过，听发出的警告，预警的眼底仍将燃烧思念，烧毁了我，烧毁了你，未到来的未来。一是婴儿哭啼，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无语，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再继续，是世纪末夜里，白是坏了意，前世挣扎梦醒，万事贴心离开你，经历这个你，活成这个我，细数自己。太一了吧，家人们。这也太一了吧。
看一了。大家晚上就是有时候该一的时候要一，也不能天天晚上一啊，有害身心健康。稍微放一首略甜的歌给大家听听。白天被迫一起来啊，等一下，这个伦敦路人和这个伦敦潜水员是同一个人吗？还是说你们碰巧都是我好基友的粉丝，都在伦敦？如果这是两个人的话，也太巧了吧。哦，是一个人，吓死我了。我说这也太巧了吧，你怎么还两个账号来回切呢？吓死我了。好啦，那我今天就是再过一会儿我就准备下播啦，大家明天记得关注我的口袋房间哦。然后明天或者是后天的话，如果我化妆直播了，就可以来一场专场专场唱歌了。好吗？明天我肯定会提前在房间说的，比如说我说个几点，比如说我说5点或者是6点或者7点开始那种，我肯定会提前说的，我不会突然出现在房间。好，接下来准备。就这么突然，不会的啊。我说一个数，3、2、1。我播到。现在11，我播到15吧，15也算是凑整。哦，我还没关，哦，不好意思，没有关这个音箱。OK， 好了。对，就是明天我直接在口袋，因为在口袋算礼物会比较方便统计。然后我先提前说一下，就是，就是大家，比如说我说开始大家，就是送完礼物之后，就在你送完礼物的下一条说上你的要求，就是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小想法。对，你直接在口袋跟我说就行了。比如说，但是我现在这里给大家小建议一下，我本人画人是不太在行的。我个人根据上一次我画头像的经验，我是画人真的有点丑啊。就是你让我画那种拟人的就不太行。
你又不知所措了，你有什么不知所措的？我不是说得很清楚。画天竺鼠车车，哦，天竺鼠车车可爱。限多少幅？嗯，我晚上想一想，我先想想，看情况。比如说我可能只限五幅，但是这五幅我画完之后，如果效果还不错的话，我可能会在第二轮这样。我随便说的啊。因为如果一次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下一次画松阳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我头像哇，我在这里再给自己证明一下，我本人的画头像质量超高，是吧？虽然也没有特别高，但是质量已经很高了。就是速度慢了点，我一般三四个小时一直画，三四个小时才能完成一幅。我记得我这个 pad 里边还有保存之前的一些头像。哦，有。我有一幅特别喜欢，因为我很喜欢这种朦胧的感觉。给你看我之前有画的一幅，怎么样？是不是超漂亮？我画的哦，这个我特别喜欢这种朦胧的感觉。然后大部分还有一些比较就是卡哇伊的，就是我们旋风和 CC 的那种头像，是比较卡哇伊的。还有我画的一个游戏人物，是很久以前画的一个游戏人物，虽然我不认识他谁，不过听说还挺像的。他这个毛发画的我真的是想数，我不知道他是谁啊，听说还不错，还挺像的。然后还有我再挑一个，还有这种比较卡哇伊的，这种比较卡哇伊的这种，福袋，这叫什么？平安符，叫什么来着？忘记了。心之卡比，别说了，小粉这个心之卡比，我真的会写，他非要把这个卡比放在这麻辣烫里，我真的是有点不懂。哦，玉手。你们有见过被麻辣烫穿的心之卡比吗？就是他现在本人也没有带呀，啊，他本人也没换呀。好了，我下播了，我准备下播了，大家明天见。886，谢谢大家今天，拜拜。